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一章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，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”又指着哪一个说：“我要做他的父，他要做我的子。”再者，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，就说：“神的使者都要拜他。”论到使者，又说：“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”论到子，却说：“神啊，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，你的国权是正直的，你喜爱公义，恨恶罪恶，所以神就是你的神，用喜乐油膏你，胜过膏你的同伴。”又说：“主啊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。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卷起来，像一件外衣，天地就都改变了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你的年数没有穷尽。”所有的天使，神从来对哪一个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”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，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？希伯来书第二章。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，恐怕我们随流失去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，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悖逆的，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呢？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。神又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，并圣灵的恩赐，同他们做见证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，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：“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，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”既叫万物都伏他，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。
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，因为受死的苦，就得了尊贵、荣耀为冠冕，叫他因着神的恩，为人人尝了死味。原来，那为万物所属、为万物所本的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，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，本是合宜的。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，都是出于一，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，也不以为耻，说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，在会中我要颂扬你。又说：我要倚赖他。又说：看哪，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，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就是魔鬼，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。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希伯来书第三章。同蒙天照的圣洁弟兄啊，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，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，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，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。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，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。摩西为仆人，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，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。但基督为儿子，治理神的家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圣灵有话说：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。在那里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，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，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，竟不晓得我的作为。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弟兄们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经上说：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，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？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？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？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？又向谁起誓
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？岂不是像那些不信从的人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。希伯来书第四章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，像传给他们一样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，正如神所说：我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。论到第七日，有一处说到第七日，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。又有一处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，那先前听见福音的，因为不信从，不得进去。所以过了多年，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，如以上所引的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，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为神的子民存留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，乃是歇了自己的功，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，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希伯来书第五章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，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，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
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，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希伯来书第六章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刑、信靠神、各样洗礼、按手之礼、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。就如一块田地，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蒺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虽是这样说，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。因为神并非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我们愿你们个人都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，就指着自己启示说，论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，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。这样，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，就得了所应许的。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，并且以启示为实据，了结各样的争论。照样，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，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。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、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
希伯来书第七章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，又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本是长远为祭司的。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，就迎接他，给他祝福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。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，他又名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生之始无命之终，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。你们想一想，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，这人是何等尊贵呢？那得祭司职任的立位子孙，领命照例向百姓取十分之一，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，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，还是照例取十分之一。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，倒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，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。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，这是驳不倒的理。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，但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，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，并且可说那受十分之一的立位，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十分之一。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立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。从前百姓在立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，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？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。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，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，但这支派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，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。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，所以废掉了。律法原来一无所成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，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见到神面前。再者，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示力的，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示力的，只有耶稣是起示力的。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，主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既是起示力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，是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。他不像那些大祭司，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，后为百姓的罪献祭，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把这事成全了。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，
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永远的。希伯来书第八章。我们所讲的是，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，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。他若在地上，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，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。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。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求后约了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无有了。希伯来书第九章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，因为有预备的帐幕，头一层叫做圣所，里面有灯台、桌子和陈设饼。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，叫做至圣所，有金香炉，有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约板。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，照着施恩座。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，行拜神的礼。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圣灵用此指明，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，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。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，所献的礼物和祭物，就着良心说，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。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，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
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。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，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尚且叫人成圣，身体洁净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？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。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凡有一命，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，因为人死了，一命才有效力。若留一命的尚在，那一命还有用处吗？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，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撒在书上，又撒在众百姓身上，说，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。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，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，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。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，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希伯来书第十章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长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，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，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，燔祭和赎罪祭，是你不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。后又说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。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着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
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从此，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，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。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你们想，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谁说，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又说，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你们要追念往日，蒙了光照以后，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，一面被毁谤，遭患难，成了戏景，叫众人观看；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。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，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。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，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。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。我们因着信，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。这样，所看见的，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，比该隐所献的更美。
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，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。他虽然死了，却因着信仍旧说话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只是他被接去以先，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人非有信，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他因着信，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，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以撒因着信，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雅各因着信，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，扶着杖头敬拜神。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他们因着信过红海，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，就被吞灭了。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我又何必再说呢？若要一一细说，基甸、巴拉、参孙、耶弗他、大卫、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，
时候就不够了。他们因着信，制服了敌国，行了公义，得了应许，堵了狮子的口，灭了烈火的猛士，脱了刀剑的锋刃，软弱变为刚强，征战显出勇敢，打退外邦的全军。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又有人忍受戏弄、鞭打、捆锁、监禁各等的磨练，被石头打死，被锯锯死，受试探，被刀杀，披着绵羊、山羊的皮各处奔跑，受穷乏、患难、苦害，在旷野、山岭、山洞、地穴漂流无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，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，就不能完全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。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，你们要思想，免得疲倦灰心。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，说：我儿，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，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、发酸的腿挺起来，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，使瘸子不致歪脚，反得痊愈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又要谨慎，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恐怕有淫乱的，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，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，竟被弃绝。虽然嚎哭切求，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此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脚声与说话的声音，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，说：靠近这山的
即便是走兽，也要用石头打死。所见的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说：我甚是恐惧战惊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明路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撒的血。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，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，但如今他应许说：再一次，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再一次的话，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，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，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。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，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，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，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，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，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，床也不可污秽，因为苟合行淫的人，神必要审判。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，因为主曾说：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：主是帮助我的，我必不惧怕，人能把我怎么样呢？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，并不是靠饮食。那在饮食上专心的，从来没有得着益处。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请你们为我们祷告。
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，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。但愿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。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弟兄们，我略略写信给你们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你们该知道，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，他若快来，我必同他去见你们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，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。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